上次 J 峰咧话咧，佢系你结婚嗰时嘅伴侣啊，伴侣，系啊，好哇，好复杂啊嗰啲关系，我都中意佢嘅，我都好爱佢嘅。临入行之前咧，咁佢就同公司 plan 咗扮我同佢出街，跟住俾啲记者影咁样，即系佢戴晒嗰啲圆圈眼镜，跟住整个假鼻啦，黐晒须啦，跟住佢就解释俾我听，哦，丽人你入娱乐圈就系咁噶啦，你出街。你真系要咁噶啦！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Music Panda Day. Three, four, one. 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抱怨总太多，无谓连累你更束缚，未够他人成熟，错亦在我。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为你好，到来日知道就够。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能放手也算最后成就。你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负你一生不忍望泪流。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余生。交出将来别过他，那有争取的资格，难欠奉更多，只能退下。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偏己受困。为你好，到来日知道就够。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能放手也算最后成就。你为我好，你从此无需开口。负你一生不忍望泪流。假使你亦亏欠够，只要假装挽救。要到今天，我亦都追究。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假使很伟大，不过已拯救，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你为我好，你尽是无需开口。任我起身，你便得。欢迎大家继续支持 Music Panda， 好开心哦！好知道好多观众中意睇呢个 Music Panda 啦，我哋会继续。超 good 嘅，冇錯，喺度多謝阿 Phil 同埋 Sugar 咧嚟到我哋嘅客廳啊，因為咧嚟到我哋嘅客廳就非常之超就好，所以今晚咧就非常之好 relax 咁樣去唱歌仔啦。我亦都唔會再叫大家 follow 我哋嘅 IG 啊或者 Facebook 啊，都叫咗好多次啦，你哋瘋狂 CLS 就得噶啦 ，comment like and share。我講啊，係大家真係要 follow 你哋嘅 IG YouTube， 冇錯，係好啊。要支持嘅係啲嘢。今集係一個嶄新嘅新鮮組合喎。頭先已經俾咗驚喜大家啦。你哋合作未試過合作嘅嗬？未。冇正式合作過。冇工作係冇合作過，但係任何都冇合作過。滿唔滿意頭先嗰個
合唱版啊？嗰、那個係一半係你嘅，你滿唔滿意，合唔合格啊？OK 嘅 ，OK 嘅。因為咧，多謝多謝。哇，其實好多人唔知道我哋係同年出道的。係啊，我哋同年出道。但係就冇機會合作過。係咯，但係今日好開心啊！所以我好期待今次呢個嘅 crossover。係，所以多謝你哋撮合咗我哋今次呢一個合作。呢對新人係恭喜佢哋。冇錯，同年新人。我都知道咧，即係譬如你哋雖然即係未合作過啦，但係亦都會留意即係大家嘅作品啦。咁而家喺度咧，讚對方一下。我不嬲都中意 Sugar 佢嗰種佢個聲音咧，係有一種 kind of 好 vulnerable 咧，係有一種都係隔離即係鄰家女孩嗰啲 feel 咧，係。多謝。而其實係有感覺嘅，係。我其實除咗因為同 Phil 係同年出道之外，咁我都有留意佢嘅作品啦。因為我覺得佢把聲好獨特咯，同埋佢個 style 都好即不是平時成日都會聽到的那種 style， 即係佢同埋佢會試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尤其是佢個 groove 又好好啦，好到不得了，好有壓力的在佢隔離打鼓，你知唔知道？我喺佢隔離，我都好有壓力。咩事啊？我都即刻好有壓力。咩琴佢又係琴佢又識喎，咁但係有壓力嘅喎。阿Danny，不如咁樣啦，問下你啦，你有啲咩想讚下佢哋兩個啊？讚係啊，讚一下你又。我其實我想問佢哋聽咩歌大嘅，即係一個國際學校啦，一個加拿大長大啦，出世啦。出世長大啊。係咯，你聽咩歌大嘅？全部都韓式、日式、英文歌，啲廣東話。係啊，呢個最搞笑嘅，隔離飯香啊嘛，係。即係反而喺加拿大嘅時候咧，好少聽英文歌嘅。我一係就會聽爵士啦，即係冇歌詞嘅嘢；一係咧就聽中文歌咯。咁主要都屋企人去介紹俾我聽，我哥又會同我去。一起去聽啊！我哋又會去分享啊，最新嘅咩歌啊，點樣啊？我哋買專輯會一起去買啊，嗰樣嘢係啊。會唱 K 嘅喺加拿大都會嘅。我細個時候冇嘅，因為我喺個島仔咧。Vancouver Island 係啊，喺 Vancouver Island 嗰度咧係冇得唱 K 嘅。揾過對面嘅島，咁同台灣差唔多咁上下大啦，但係冇乜人嘅係。即係嗰間我個小鎮咧係得6000人咧，我而家住嗰大樓差唔多。嗰個鎮咧叫 Qualcomm Beach， 咁喺個島嘅中間位度啦，係嗰個係平均年齡全加拿大最老嘅，咁係。咁你咪好後生咯，好後生啊，係啊，成條街咧個個人退曬休噶啦，跟住唔使做。係啊，係嗰只咧，我仲記得係咁屋企人好忙啊嘛，咁佢哋冇時間去打理嗰個花園，跟住啲隔離鄰舍就會啤住我哋。係，你個花園幾時搞啊？係。咁當我同我哥上大時，就會開始我哋自己做啦，好多都係自己去親力親為所有嘢，而就因為空間嘅關係咧。就開始玩音樂咯，因為冇嘢做啊嘛。係啊係啊。咁啊 ，Sugar， 咁你又聽咩歌大嘅咧？其實我想講我讀書嘅時候聽歌嗰個 genre 好 broad 嘅。有幾 broad 啊？不如分享一下。即係有 Linkin Park 啦。Yes。哇，嗰年代嘅啦。跟住又有聽謝霆鋒啦，有聽周杰倫啦，有聽 Sammy 啦。咁呢個時候咧，俾個機會兩個唱偶像嘅歌，咁你分別揀咗咩歌咧？揀咗一首學友嘅作品嘅，呢只歌少聽到其他人唱嘅，但係真係我第一首認識佢嘅作品，應該係呢首叫做《只有你不知道》。而呢只歌我覺得好特別，就係因為中間又有個獨白嘅，係啦。我陣間睇下我可唔可以點樣演繹呢、這個。好期待，好期待。咁咧，我咧就揀咗周杰倫嘅《安靜》嘅，因為喺讀書嘅時期，其實我最初接觸即係廣東歌或者係國語歌咧，都係聽周杰倫嘅。咁所以我就揀咗呢一首歌啦。咁啊，而家就聽下你唱先。我唱先，好啊。若你想問我，不會否認，只有你可以令我生命再有熱情，心不知醉或死，但這份痴心唯獨你是看不明，常在暗戀你、想你、等你，我的眼神泛濫像愛情，能令知知道、他知道、亦知道、都知道，偏偏你未知。然後看秋去冬，去春去，始終兩人你是愛侶。無論真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是我心碎。
让你的热爱点我生命，只有你可以赠我希望，赐我热情，不惜躲进梦境。愿你像倒影投入我热切心灵，常在暗恋你、想你、等你，我的眼神泛滥像爱情，能令只知道他知道，应知道都知道，偏偏你未知。然后看秋去冬，去春去，始终两人你是爱侣，无论真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是我心碎、yeah。 当我第一眼见你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在面前告诉你，你真的很靓，但我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离开之前的一刻，你竟然走在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常在暗恋你、想你、等你，我的眼神泛滥像爱情，能令只知道他知道，应知道都知道，偏偏你未知。然后看秋去冬，去春去，始终两人你是爱侣，无论真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是我心碎。无论你真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是我心碎。情话不知道怎可说，方可以令你痴醉。这盛夏靠近，陪我躺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我。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有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你要我说多难堪，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有我用微笑来概括？我没有这种天分，包容你也接受他，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你已经远远离开，我也会慢慢走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安静的没这么快，我会舍得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
就他，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你要我说多难堪，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用我用微笑来带过？我没有这种天分，包容你也接受他，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突然間想問阿 Phil 咧，即係你有冇試過咧作過啲歌咧，自己好中意嘅，但係咧都要忍住痛咁樣，好啦，俾你啦，我俾另外一個歌手唱啊。又唔算係嘅，係即係諗翻起，通常會即係交到歌俾其他人唱，都有幾個可能性。一個就係本身可能自己冇揀過歌啦，而人哋去 approach 嘅時候，我會俾佢聽跟住揀啦。有啲可能係我知佢需要歌，我特登為佢而寫啦。哦，咁、都唔會話哦。既然都特登想俾佢嘅，就唔會話係哦誒，其實情願自己唱嘅。係。不過有一次差啲嘅，有一次就係、是、想當年咧誒，咁、我每個月都會寄 demo 俾公司啦，係。咁、有句説話就係 No answer is the answer， 意思話係如果你冇你寄咗個 demo 之後冇反應咧，你知咩事啦？哦，就俾人甩咗啦。即係有呢啲咁噶嘛，係。咁啊有一次寄咗一隻歌，跟住冇反應嘅。但我覺得 OK 喎，呢個歌咁樣，咁明明好聽嘅喎。我覺得會有人想要嘅，我適合唱嘅。咁我俾咗 publishing 嗰邊，咁我話啊，你試下可以幫俾佢 pitch 呢位歌手咁樣。跟住轉頭咧，咁啊喺我同陳偉謙合作嘅時候，佢話啊，你有冇另一隻歌可以聽下？嗰陣時嗰只歌原本俾嗰只歌就係呢一隻嘅。別為我好嘅，其實係，係啊。跟住佢，你有冇另一隻可以聽下？咁係 just an idea 咁係。跟住我哋探翻抄嗰啲 demo 就聽下先，好聽喎、就係高山低谷。跟住就俾咗佢去填。而跟住咧，我就另外一邊 publishing， 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收翻先，收翻先。Hold住。如果有任何機會可以俾到其他唱，其他歌手去唱咧，係一個緣分嚟嘅。而我 treasure 呢樣嘢嘅。我要公開邀歌啦，咁。OK， 好啊，我試下揾啊，同埋再試一 set 俾你啦。好啊。咁姜濤嗰首《孤獨病》咧，點解會有一個直接交俾佢？其實嗰陣時我哋有同一個監製咧，跟住有一次就係我教佢吹 saxophone 嘅。哦，跟住我發覺依個後生仔又幾得意嘅喎，但係佢係真係好 humble。跟住俾咗幾多 demo 俾佢，咁佢就好中意呢只歌，咁所以就有咗《孤獨病》呢只歌。咁今日會唔會可以聽到你唱呢只歌？可以嘅，係啦。好啊，我哋唱標版啊，呢個另一種感覺嘅版本嘅，希望大家中意。好啊。天气好，仍睡不好，因宠赞你，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燥，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怨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助。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唾弃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
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折磨。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一个人，沿途多得有人，长留在我附近。呜，当我未抚平情绪，别嫌我笨。难道跳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没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你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昂然在那些阴影小寨行过。活着梦对错，两位咧都做咗歌手一段时间啦，好多代表作啦。每一次人哋叫你唱翻同一首歌，会唔会有啲生厌噶？好闷咁样感觉。其实唔知点解《高山低谷》呢只歌，佢系有一种 power， 就系我每次唱都好似觉得系有一种挑战嘅，绝对系要好认真唱。同埋我觉得即系一首大家认识嘅歌咁样咧，系一个好幸福嘅事。大家認識我比較多係到此為止呢首歌啦。咁但係有時我可能見到一啲啱啱新識嘅人，或者係街道啲人都係話，永遠都仲係講緊。喂，到此為止。係啊，即係啊，好似尋日嘅事咁樣。但其實我想講，我到此為止之後，其實我出咗兩隻碟嘅，同埋都出咗十幾隻歌嘅。不過，但係我都好開心嘅，因為可能有啲人可能即係都未必會有一隻歌係特別大家特別記得嘅，咁所以其實自己有都已經係好幸福。其實好幸福，係好幸福。咁但係我至於對我會唔會唱厭咧？咁我就覺得因為可能亦都係因為大家比較熟悉呢首歌，所以每一次唱都係有少少模擬嘅壓力嘅，即係更加唔想。佢可能比你熟啊。所以不可以錯咯，即突然之間歌詞一粒都不可以甩得。即我記得我之前試過有一個演唱會，跟住我哋喺度係同啲 band 喺度練嘅時候，因為大家都玩到好熟啊嘛呢首歌，即無論係我或者係我成日會同柏豪 part 啦，咁佢都成日唱呢首歌，咁就會變咗，即大家都會話嗱邊個錯咗咧就請食飯或者請下午茶咁樣，即會有呢啲咯。不過我亦都有個説法就係咧。你每次就算你唱一首大家可能聽慣聽熟的歌咧，總會有人在觀眾裏邊可能第一次聽你唱 live 嘅。咁呢個情況底下，你諗下，你希望俾嗰、那個個觀眾最好的 experience 咯。哇，好好啊，答得咁樣真係，即係阿 Phil 係以前係會佢 care 埋個觀眾，即係佢會諗埋，可能有第一個觀眾去聽佢唱 live。咁 anyway 嗱，我想話啦，呢兩首歌啱啱講完啦，其實。即今晚都一定會唱啦，係咪先？即係到此為止同埋呢個嘅，即係唔知個真係唔唱。導演佢話唔唱喎，唔知個。哦，咁我好啦，咁我哋時間都差唔多啦。講笑啫。有冇邊一位歌手即係翻唱過你哋啲歌？你覺得零舍有感覺或者係難忘嘅咧？最難忘一定係 Sammy 啦。哦，係啊，係啊，因為洗版啊嗰晚嗰日唔知佢會唔會唱。係。咁跟住去到真係唱曬成晚 concert。
咩冇唱到嘅 ，encore 咯，已經冇唱到喎。其實已經賺咗啦，有睇先。有張飛，好難攞噶嘛，大佬。尾場喎，跟住係仲係阿劉華做嘉賓添喎，我第一次喺現場。跟住去到 second encore 話，我想唱一首唔係自己作品嘅時候。哦，哇！你係咪雞皮咯 ？feel 到嗰個 rush， 哇！真係哇，唔知點算，因為我究竟係喂我企起身啦，我上面我喺度啊，又或者係我有諗過去拍低嘅，跟住有工作人員話：喂，唔準先生唔準拍喎，係先生，喂林，喂 feel 啊，林光啊，但係真心嘅，我相信當下有好多人其他人拍低嘅。咁我真係想去，不如我就靜靜去聽佢唱啦。咁我好好鬼感動，真係好。嗰晚洗版嘅，我記得嗰晚。我仲記得我隔離咧，坐喺隔離係Jessica from Supergirls， 跟住佢又影住 Sammy， 跟住影過嚟，跟住見到有雷光咧係。係啊，係咪聽到個 intro 第一粒音肯定 confirm 呢首別人的歌係你嗰首就好感動啊！係嘅。Sugar 你咧，即係譬如你嗰只到此為止咧，即係我覺得聽過咁多個 cover， 我覺得 DJ cover 都幾好啊！呢首歌。係嘅，但我想講一有一位唱嘅時候，我都係有少少好似 feel 嘅感覺。係邊個？就係古巨基。因為我有一次跟他做 live， 好開心，勁開心，勁開心。咁所以咁跟住我又喺台下度一路聽住佢唱嘅。感動嘅係。好感動係。好啊，嗱，一個 Sammy， 一個係古巨基啦。咁你哋如果交換對方嘅作品嚟，即係一人唱對方一首歌，你會揀咩歌唱？我咧就揀咗《難得一遇》，因為我自己本身揀歌咧，其實好多時候我會好著重歌詞。係。咁我覺得《難得一遇》嘅歌詞咧係好寫得非常好，係寫得好好，咁所以我就揀咗。咁你咁樣啦，《難得一遇》就不如你唱先啦，好唔好啊？好。係啊，話時話你會唔會想睇阿 Feel 個伴奏咧？如果可以，我就三生有幸啦。系，咦系喎，既然系难得一遇啦，系难得一遇啫，好难啦。不如我试下弹啦。好啊，多谢你啊。去玩下伴奏啦。Just
离你现在太屈就，明晨就是我的人，早都爆头，为着你我所有甘苦都接受，共一生痴离，凭一句诺言必须挽着手。车窗的雨点突然凝聚了，归家的两口突然沉默了，家的亲切感恐怕够不了，好心的慰解令人难受了，嘴边的颤抖令人明白了，紧急的刹车要分手了，为何尚有天动摇，滂沱大雨因此走不了，还是担心我太弱小，明白分手的自由，还何苦一再跪求，临离开的依依不舍亦没借口，离别只需挥挥手，何必苦恼我右手，仿佛叫我接受，爱我不够。来炫耀你很善良，完全为我多一点保障，其实狠心我更舒畅。明白分手的自由，还何苦一再跪求，能离开的依依不舍亦没借口，离别只需挥挥手，还何必苦恼我右手，仿佛叫我接受，爱我不够。下雨天下了车，饮吞沙饮眼睛湿透，明白走的必须走，话说走不到白头，能离开都不哼一声，这绝献丑、来吧开声歌出口，原唱曲怎叫我独奏，雨过最后我学得透，虽则爱情有多深厚。Thank you.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力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
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盼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醉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结缘。越望越无望，未来没有我，在断崖下尽头跋落，原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都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醉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结缘，我却常要生存，偷偷存活于山之谷，等到某天云断，你继续盘旋，我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结缘。首先咧，我想喺度同阿 Phil 咧就講聲 sorry 嘅，係啦，因為咧上次阿 J 封上嚟咧，咁佢就同我哋講就分享咗個故仔，就話如果你即係想當年啊，你嗰只即係高山低谷咧，如果你寫完出嚟都唔 hit 嘅話咧，你就會放棄翻加拿大。跟住呢有條衰仔咧就口快快就話：哇，咁易放棄嘅？嗰、那個就係我啦，咁但係咧，我想話咧，好彩你冇放棄咋。如果你放棄咗嘅話咧，我哋就香港就冇咗你呢個才子噶啦。因為咧，自己都真係追夢追咗好幾年啦。係啊，當自己所有積蓄都冇曬時，自己年紀都唔細啦，我完全冇能力照顧自己，點會照顧到屋企人或者另一半嘅時候，自己都要俾一個限期俾自己咯。真心嘅，你俾個限期俾自己，你更加會 focus， 你做嘅嘢所有都會更加係啊撇脱咁樣係做進去，又咩都唔計較，總之無悔就得㗎啦。同埋你揾唱片公司一段時間啦，即係自己，所以喺嗰個 moment， 其實就算我自己心裏邊有呢個諗法咧。公司都冇同我講嘅。就阿 Hima 啊，你寫文詞嘅時候咧，話俾你聽。你諗住佢最後一首。係啦，呢只歌如果唔得咧，就 feel 最後一首就要走噶啦，就爆發。我想講，我同你經歷好似咯，其實呢樣嘢。有幾遲啊？我冇你咁好彩添，我唔係第四年，我第二年咋。
第二年咧，我有一首歌係我冇諗過，但係嗰陣時係 suppose 係我最後一首歌，而我唔知噶。是當時即公司的同事某一些即人有講過話，即之後話翻俾我聽過。其實嗰陣時咧諗住誒呢一首可能係最後一首嘅，咁、哦、就睇下你即唱完呢首歌之後我唔 OK 咯。跟住但係點知嗰首咧係一個電影嘅歌，咁、哦、就所以。就 OK 咯，又應該咁講啦。佢梗係唔可以同我哋講啦，係。唔係啊，可能佢同你同我哋講咧。唔係，我意思話係我哋做之前就冇講定。哦，係啊，係啊。做完之後就講翻咯。又或者係誒嗰件事過咗啦，係佢或者會同我哋身邊嘅工作人員話落多即係再多少少心機啦。係 ，this might be his last chance。阿飛話：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呢個我自己想問就係嗰陣時，如果真係萬一真係出嚟，即係大吉利是 touch wood。唔得嘅，你翻加拿大你會做乜嘢咧？再讀書咯，我讀翻書咁。我會再讀書，可能讀 finance， 可能我本身自己都係讀 science 咧。我諗其實講話入醫學其實唔容易噶，即係雖然我讀嘅嘢係同醫學有關，我依家尤其是呢兩年更加係啲人問我，如果唔係做歌手會想做咩啊？醫生，唔係醫生，但係。醫學研究咯，因為 我見到血都活腳軟嘅，所以做醫生係唔得咯。I'm sorry， 好彩你男仔就咁。即係細個已經知道呢個問題啦，但係我覺得做醫學研究，我覺得會好適合嘅。Sugar 咧，如果你即係譬如冇得唱歌，你會做緊咩咧？我諗教書咯，教 play group 咯，因為我其實即係入行之前係教 BB gym 同埋教 play group 咯。所以我諗 BB gym 啊，之前有一排係好興啲 BB 去做 gym 咁樣嘅，打關鬥啊咁樣。咁你一個 class 係幾多個？十幾多個 個 BB？ 你一個睇啊？唔係，因為如果係 BB 嘅話咧，即係三歲以下咧係有個家長陪同嘅。咁就所以其實我係教十五個 BB 再加十五個家長。咁最難嘅動作係點啊？要拎住個 bar 跟住360度咯，因為有時候我唔夠力啊嘛，即係有啲 BB 比較肥肥啲啦，咁就好難 spot 到佢，即係我個手都唔夠力，咁就要個家長幫手一齊咁樣。下次叫你表演下先。OK， 我哋已經有即刻即場示範先，整呢個 B 出嚟。去 Chill Good 另外一邊啊，靚媽圍爐介紹一下。同埋想講咧，其實呢一行咧冇一個好一定嘅 formula 嘅，即係你覺得有啲嘢得嘅咧，即係永遠冇話哦咁樣跟住行一定得嘅。有冇試過一啲歌咧，你諗住一定得嘅，寄予厚望咁跟住就？我覺得好多事喎，你咧？我啱啱初出道嘅時候咧，就我諗就過分自信心多嘅，由加拿大嚟香港，其實隻身嚟。如果冇一個信心，都唔會去做呢個舉動啦。咁每次出歌嘅時候都覺得，當大家有機會聽到我嘅作品嘅時候咧，就得㗎啦，得㗎啦。點知唔係咁咯？而即都有當時有版税風波啊，各樣其他嘢啊。咁放我去到第三隻碟嘅時候，我已經有一個 complete 唔同嘅 mindset。我嗰陣時成日同自己講就係要 aim high, expect low，所有嘢準備得最好，但係冇要求有任何回報。咁變咗係。任何嘢都係一個 surprise。我未去到咁即係 aim high and expect low 嘅，我係hope for the best, expect the worst 咁樣。差唔多，但我冇去到 the worst 喎，咁話。呢個係好似我唔知嘅經濟學咁樣 aim high。OK， 每次都即係一帆風順嘅，一定會有啲嘢 kick 下，或者有啲麻煩嘢。好多 kick 喎。我應該話係應該要 kick， 應該要 kick 係應該要 kick 嘅，係點樣去面對啫？咁個心態咁樣轉咧，應該會好啲嘅。係。因為實在我哋面對好多嘅嘢，會迫使我哋要好快成長。其實疫情發生都好多好人，好多人會好棘㗎。佢成個香港都棘啦，係棘住咗喺度，大佬係啊，棘到依家，而家先好翻就而家。但呢個係 part of life， 即係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哦，係啊，除非你哦，算啦，不過你講啊，除非你冇。突然間冇咗對腳咁樣，咁但係呢個 cut 咗佢。我叫阿榮，但係你有隻雙手啊嘛。好嘢，阿Danny今日啦 ，on fire 今日。咁喂，點啊？喂，你點會點樣面對？如果真係有啲麻煩或者有啲棘棘地嘅嘢 feel？ 睇情況，即係究竟係我自己係咪可以接受嘅嘢咧？即係我可唔可以 work around it 咧 ？OK。如果有啲嘢真係其實 ，for example， 簡單嘅棘住咗嘅嘢就係 ，let's say 突然間。你有個 show cancel 咗，咁冇計喎，係咁有咗啲嘢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得到，咁我哋諗下，預期去唔高興嘅，不如自己去諗下啊，有咩可以
做得同一個 similar 嘅效果咧，可以 at least 都冇再即係原地踏步啊。咁覺得心態好重要。如果你嘅心態好強勁嘅話，其實就冇嘢可以打得死你，或者係冇嘢可以難到你咯。Okay. 清晰目標咯，即係你記住你遠處嘅目標係點樣。咁有時你將一切複雜嘅嘢簡化咗佢，咁你會睇得清楚啲。你兩位 mindset 咧都非常之好，所以咧先至而家即係叫做都發展得唔錯啊，都幾受歡迎啊，係咪啊？即係咁，不如咁咧，而家俾個時間你介紹只新歌啊 ，feel 好唔好啊？講到時間樣嘢咧，我喺只歌就係關於時間啦，因為咧佢叫《時間的囚犯》。咁我想講就係點解咧？尤其是疫情底下咧，好多 plans 都擱置咗。人生有好多嘢突然間鋪排咗，呢個係一定要今年發生啦。跟住又唔可以 ，let's say 咁樣係我讀一個科目，同一班朋友仔一齊去長大，突然間我發覺原來唔啱自己嘅。咁但係如果我再重新學另一個 degree 咧，又會 behind 啦，又熟識要識新嘅朋友啊，各樣嘢。咁點算咧？我情願去繼續，但其實你呢條路好漫長，你一世都行錯。咁其實有時要撇除時間嘅限制，你咪諗清楚究竟。What is good for you? Make yourself happy first. Yeah. Okay. 我首新歌其實都我覺得都有少少即係都係希望勉勵大家嘅，叫做別放棄治療啦。咁其實呢首歌咧就錄咗一少少時間嘅，即係唔係話真係呢幾個月錄嘅。咁都係即係好似你咁講啦，有好多嘢係追唔上個，即係你 plan 咗，未必永遠係會咁樣發生。無論係你喺人生路上，你喺愛情路上。你在生活上，即係無論發生一些不好的事的時候，都不要去放棄咯。即係譬如好似你跌咗落一個山谷度，如果你一個朋友在度掹緊你，但係你不俾力的話，佢係每一個人可以掹得起你。你要一起去，好想去爬出嚟，你才可以治療到你自己咯。所以就係不要放棄去治療自己咯。哇！好好大個女大個仔，唔好放棄自己啊！冇放棄，我 auntie 嚟噶啦。喂啊！喂啊！喂啊！黐線，做乜咩事關我？好啦，咁不如咁樣啦。而家我哋好 wise 地咁樣去聽阿 Phil 嘅新歌。理想之中，喘息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到多不结终，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测这岁数，定义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转了圈，仍然未越过焦头。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早有记号平死追，快碰到却更是犯错。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当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脑海赤道？再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头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囚在时钟里为谁兑现？担心老到，所以困兽般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明日。会变糟，遗梦现在要安好。谁定下这秒钟，那结合每段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早有记号平死追，快碰到却更是犯错。谁定下这秒钟，谁改到我和上万步，只挨下那伤，贵宝不过真，都不堪也无再做。
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赤土？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云雾。Thank you.就小酒，你
的女朋友到底还有没有，够不够我们四个人去旅游。原来一回头，原来才写出你温柔，我当时爱的不够，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原来在那关头却已舍得分手，你说是否荒谬，我们比从期待起来更熟。改天你母亲高和手，我带旅游去来走走，哦哦哦哦哦，你就知我理由，不外乎太羞，如果要一起去旅游去澳洲，原来一回头，原来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得不够，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太久，原来在那关头是你舍得放手，说是否荒谬，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熟，那天一扇关门就走，很想问你有没有眼泪想流，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得不够，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原来在那关头却已舍得放手，还去不去欧洲，四个人不许算流浪。喂，嗱，啱啱咧唱咗首歌咧，就係方大同嘅作品啦。咁 Sugar， 我哋知道你同佢 friend 嘅係咪？點解咁啱傾嘅咧？好細個識，哇，係好細個已經識噶啦，係咪啊？反而細個 friend 啲咯。我細個 friend， 而家大個咗冇咁 friend， 點解咧？因為咁大家有各自各忙嘅，但係細個就我十歲識佢咯。十歲已經識佢？我想講咧，我十歲識佢啦。一路我都唔識串佢個名噶，原來我一路都串錯。你點樣串？怪你咁中文嚟嘅。因為佢 Khalil 啊嘛，係我以為 Khalil。Khalil。跟住我係咁嗌佢 Khalil 哥哥。係。咁嗱，即係你同公司咧就真係叫好 friend 啦。咁有冇一啲嗱，即係呢啲係份稿咧，即係好八卦嘅，即係啲 writer 咧，中意問埋咧。我想問下有冇一啲即係，梗唔係我寫噶啦，我嘅Khalil 有冇啲即係搞笑，或者有冇啲嘢可以爆出嚟，或者有即係私底下？因為咧，佢係以前係細個係 homeschool， 我唔知佢有冇講。咁所以咧，佢係我成日都覺得佢好特別嘅的個性格。咁跟住咧，我記得我臨入行之前咧，咁佢就同公司 plan 咗一個，即係拍咗個片咁樣就整蠱我啦。哦，記者嗰條。扮我同佢出街，跟住俾啲記者影咁樣。咁嗰陣時咧，佢係易容咗出街嘅，即係佢戴曬嗰啲圓圈眼鏡，跟住整個假鼻啦，黐曬須啦。但係我係係啊。跟住咧，我係覺得呢件事好襯佢咯，跟住佢就解釋俾我聽，哦，藝人你入娛樂圈就係咁噶啦，你出街你就係要咁噶啦，我話嚇，係我原來入娛樂圈係咁噶，係啊，每日都要易容出街嘅係，我比較少機會見 Khalil 嘅，係咪啊？係啊，但係就不嬲都好欣賞佢，佢真係一個好出色嘅唱作人。講到圈中好友啦，上次 J 峰咧話咧，佢係你結婚嗰時嘅伴侶伴侶，系啊，好哇，好複雜啊！嗰啲關係，佢真係講，因為佢係佢嘅伴侶，佢係我伴侶。我都中意佢嘅，我都好愛佢嘅。佢係我伴郎。J Phone 真係一個好正嘅一個人，佢有一個好善良嘅 heart 啦。而佢做嘅音樂又係非常之咁
咁好啊，同埋咁上進去做嘅所有一切，係咁多年都好欣賞佢。而即係我哋係好似大概2012年尾、2013年頭係第一次認識嘅。點樣認識啊？某個 show， 咁大家都係外國翻嚟傾下偈。Yo man, yo how's it going, man? Yeah, dude, cool。全英文對答，差唔多啦，係啊。跟住咧，發覺原來同一個監製喎，咁容易啲，咁可以傾多啲偈啦。跟住發覺，你住邊頭啊？嗰度咯，咦，我都係喎，住邊個屋苑啊？嚇，我住你對面街嘅啫喎，真係真係對面街喎。喂，樓下有籃球場咧，有冇興趣打籃球啊？有喎，一有時間時候咧，就問下對方啊，喂，係咪屋企啊？入落去打。好，五分鐘後見。嗰啲係成日打波。哎呀，好好啊呢啲。係啊，咁所以就真係 friend 過打。即係 physical 落去打波，然之後 online 打嘅。我係，我哋真係成日都打波，係跟住最近咁我之後就搬咗啦，係。跟住佢又搬咗，仲近過上次。即係你而家又係仲近過我，而家我洗碗時候望住佢打。哇！緣分呢家嘢真係。係特登定係咁啱？唔係特登嘅，不過大家都中意住嗰頭咁樣係。咁即係喺咁多年嚟，即係喺我唔開心嘅時候，佢唔開心，互相都會去同大家去對方去傾啦，同埋去俾意見啦，同埋去即係心靈上係。多個 support 咯，係。我想問下，即係譬如你兩位咁樣啦，你啱啱講到，譬如唔開心嘅時候會揾大家傾偈啦。即係譬如嗱，女仔就一定會，喂你過嚟我嗰度啊，跟住即係喺屋企傾偈啊。咁麻甩仔咧，即係會唔會喂今日咧翻工好受嘅，喂出嚟傾兩句。唔係啦，咁啊首先一係打波啦，打完波再傾啦，洗碗啦一齊。唔會洗碗一齊洗。喂，你洗到嗰邊第幾隻啊？喂，但係都幾開心喎，即係咁樣。喂，但係真係我哋。打完波傾過好多次偈，咁中間有一段時間，我記得佢都沉澱咗一啲嘅，即係有啲事啦咁樣，所以佢未有機會出新歌。咁喺嗰段時間，我都 keep 住係要同佢講，喂，你相信自己咁樣。咁近年嚟啊，真係我見有好多好多新嘅 support 去支持佢，同埋佢啲歌越做越正，越做越正，所以我係好等呢個老友開心。我想問，咁你最中意佢邊首歌啊？佢好多歌好聽嘅，係咪啊？咁即係有一隻山卡拉，山卡拉的不丹多簡單，你説下次去玩，下一年又會否有不丹？最近一隻歌仲正，你扮佢把聲嚟唱嘅。佢一隻歌係好鬼高音喎。認識阿容咧，係嗰個感覺特別深刻嘅，因為我第一次去學唱歌咧，第一首歌學係終身學習。哇！我唔係話，即係我哋年紀差唔多嘅，只不過佢好早入行，咁所以咧，我第一隻學嘅歌咧就係終身學習。咁嗰陣時我有聽佢啲紅花會啊，即係我係。跟住我有睇過佢做 show 啊，跟住我係見到佢即係 on the stage 咁樣，跟住我係喺台下一個即係小 fans 咁樣，跟住我真係見有機會去見到佢同佢傾偈嘅時候咧，我係有啲少少心跳加速嘅，拍好又更加即係見到佢又都會緊張嘅，咁但係嗰陣時可能因為佢出道未咁耐啦，咁但係見到柏豪又係佢一個大哥哥咁樣咯，即係佢都教好多嘢咁樣。咁如果你即係可能要你揀一隻啦，即係譬如一首柏豪哥哥嘅歌啊，你會揀邊只嚟即係唱兩句嚟聽咁樣？特別中意嘅係有一首《讓愛高飛》咯。如果想飛，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逃护荫。咦，
個係咪佢嘅指定動作啊？呢個係我嘅，永遠唱歌都係要運功。跟住落嚟交俾 Sugar 咧，唱呢首《好好國》。好多謝。好。隧道都獨約，委曲求全，落不到你可以。令眼血黑黑，你担心我的亲友看见，还受到我眼泪感染，关心我又惊我讨厌，难道我要再为你而肤浅？独处于家中，一杯快乐，最不与你挂念，全面的青春。避不开要讲一句再见，忙着记录你那片段，看不出关系很远，谁又要我记着我还失恋，还要生活如再三想念，难为失了好久，忧心每天通宵的字典。找过起点，赢了经验，没有输尊严。遇上以前工作，应该庆祝，衷心许个愿。年纪太小，人人受过伤，无可避免。明日我便能振作。
重临旧情景，我却哭得出眼泪。时常在联想，你会温馨地抱他午睡。仍然自己现在没任何权利再抱怨一句。我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经顿成往事，还是记起无道理的对骂，是年纪小的不智。今天你能忘记，只得我怀念多么讽刺。辗转反侧将爱活埋，要把你印象减退，绝对够人啦。我却开心得太恐惧、哦、如是流水，我也相识一个成长伴侣。曾学或许是对象，面面容貌也知你小许。我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经顿成往事，何时记起无道理的对骂，是年纪小的不智。今天你能忘记，只得我怀念多么讽刺。这恋爱故事仍然说得多细致，重复的震撼余震未停止。我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经顿成往事。是记起无道理的对骂，是年纪小的不智。今天再回头看，这一个男孩子，我怕面对你说到生活时，后悔过往的幼稚争议，没你的动人事迹，喧哗欢腾亦已经并无意义。恨我到此，遗憾到此，结论是回忆总要多次，虽则你能忘记。这恋爱遗物终须弃置。再好好过一次。咁就喺度咧，我想同兩位講咧，就係、是、希望你哋繼續唱多啲好歌啦，阿 Phil 寫多啲好歌，繼續為呢個香港樂壇出翻最大嘅力啊！係啊，咁亦都喺度想多謝你哋嚟到我哋 Music Panel， 好開心咁樣。多謝你哋就真啊，俾個機會我哋兩個一齊可以有呢個合作。係 啊，合唱咗咁多首歌。好咩啫？多謝埋你啦，十十啫。多谢 Music Panda Day